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万八点音乐会强大的阵容被锁定，将给观众们开演一场金曲盛宴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晚会的阵容都有哪些人呢？整个演出阵容有歌唱界的百灵鸟，被称为灵魂歌者的周深，华语乐坛天后那英，老牌实力唱将孙楠，天才美少女单依纯，抒情女王张碧晨，金曲天后毛阿敏等。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将是遍野春扛鼎压轴的人物，则有著名音乐家古建芬老师，还有国宝级的歌唱家杨洪基。这个阵容确实秒杀很多综艺节目了。这台晚会将给观众唱响熟悉的旋律，而熟悉的歌者们将为我们全新演绎古建芬的经典作品。我之前在好声音那场比赛的时候在现场，好声音的时候在现场，对对对。对，所以我们之前见过。好，辛苦了，没有。节目单上比较让人期待的歌曲，首先是周深演唱的《卧龙吟》。再者就是期待张碧晨和郑云龙演唱的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。再过20年，我们来相会。至于其他的歌曲，每一首都太经典了。可能有人喜欢听《妈妈的吻》，有的人或可能喜欢听《绿叶对根的情谊》。我的路上充满回忆，这是绿叶对根的情谊。而没有想到的是，那英和毛阿敏居然合作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。此外，这台晚会的另外一个焦点则是周深小王子和那英同台了。话说阔别多年之后，这两位新老歌手一起同台放歌，也是极大的亮点。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夜心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乡村处处春光辉，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。当然了，这难免会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。总之，希望周深小王子继续发光发热，把最好的能量释放出来，很多歌迷都期待着呢。
晚会由金牌音乐制作人张亚东带队制作，全新演绎19首古建芬老师的作品，每一首都是金曲之作哟，还是一场适合全家一起听的音乐会呢。老一辈的观众都知道，古建芬老师创作的音乐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，也开启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篇章，并且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歌手和新生代实力唱将。华语乐坛里的大佬如毛阿敏、那英、孙楠、谢晓东、郑绪岚、董文华等都是古建芬老师的得意门生，最出名的非那英莫属了。因为那英近些年不仅唱了很多热门歌曲，还参加很多综艺节目，让她的知名度一跃成为古建芬老师的头榜先生。新老唱将将共同唱响经典，华语历代实力唱将全新演绎19首古建芬老师的经典之作，旋律里是回忆，吟唱的是历史，周深与众多实力唱将一起唱响经典，荡气回肠，让人沉醉。